我与文浩就要杀了你。乱世纷争，以你的武功和地位，我们联手就可以称霸天下。你也不必再亡命天涯。但若不从，我与文浩就要杀了你。 醒了，大姐，乐姐醒了。冷，小六，你又做噩梦了。冷，他说冷，快暖暖小六。等你好起来，就不会觉得冷了。这个药很灵的，我是从朱管家那儿求来的。 大胆奴婢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日上三竿还在这里偷懒，是不是想死啊？奴婢知错了，这就出去干活。那个小贱婢呢？她是我妹妹小六，伤还没好呢。 这不是朱大管家的药炉吗？为什么会在这个贱婢的手上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朱大管家的药炉！不是偷的，那是朱管家给我姐姐的。小八，不要说了，敢还祖辈！小八，你找错人了，小贱婢！我教你，小八，护着这贱蹄子，老娘就打烂你这层皮，看你怎么再勾引男人！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腿好痛啊！苏大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自己打到自己了？哎呀，怎么肿起个大包啊？这无名的伤痛啊，最是凶险。 您赶快去找大夫吧，否则会痛病全身的。对，有病可不能耽搁，要不要我给你传唤郎中啊？别说了，你们几个给我等着，死！
了，要你们死在老娘前头！哎呦，好痛！哎呦妈呀！哎呦！小六，你万万不能再做这等犯上的事了。宇文府习武的人多，你这种把戏一不小心就会被揭发，一不小心人头就落地了。你知道这里有多可怕吗？光是杖毙奴婢，就有100个理由。我听说上个月极乐阁的三房老太爷就弄死了20多个婢女。和我们一同进来的杜家姐妹已经死绝了，我真担心有一天也会轮到我们身上。你，极乐阁，忍一忍吧。林夕已经去求月公子了，七妹应该很快就会从草场回来。在那之前，你万万不可再做危险的事情了，知道了吗？七姐要回来了，太好了！虽然凶险，但至少能跟哥哥姐姐们在一起了。好在，咱们一家兄弟姐妹终于可以团圆了。从此以后，彼此照应，永不分离。剑头从哪儿偷来的？你想干嘛？朱生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绝不放过他。朱顺他可是宇文府的大管家，他的靠山是宇文怀，可谓是一手遮天。就算你只伤他一根头发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不单是你，还有我，还有林夕、小七、小八，咱们谁都难逃一死。来，喝这个。来，晚上，我敬你一杯。陈公主来了，姑娘们，陈公主来了。陈公主，嗯，咱们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。是啊，就是啊，要是能去看看就好了。我也想看。你。给我到门口当人肉马蹲去。你说谁？我说你呀，还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点。小六，你一会儿千万不要乱跑。咱们这宇文府奴仆分为3个等级，你是带铁铃铛的下奴，在主人的宴会上只能低头弯腰，就连呼吸粗声都是该杖责十下的罪过。记住姐姐说的话了吗？我记住。陈墩子，过来。说你呢，快点。祝燕行哥哥长命百岁，松柏同辉。谢过公主。燕行哥哥。你猜，今天纯儿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？
拿过来。好个御赐的苏珊，多谢公主以此相赠，燕洵倍感荣幸。燕洵哥哥喜欢就好，拿下去吧，都坐吧。嗯，坐吧坐吧，行行行，啊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来，行行行，来，晚上，行，今天来。请请来来请，来来来，宇文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公主，此酒刚烈，出去透透气。宇文华，蝇头无用，死了也不足惜。这是广寒散，把这个放酒里，无色无味。这是公主的酒，这儿又是宇文玥的院子，有我保着你，怕什么？诺。他们想害谁？青山院岳公子到。每次你都晚到，你说我们该怎么罚你啊？啊，你们说呢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对对对对，必须得罚。哎，朱大总管，知晓吧？岳公子平日是很少参加宴会，你要伺候好了，听见没有？诺。哼，去吧。哎，冷公子，你说说，你平时迟到也就罢了，今天燕洵过生日还在你的府上，你还敢玩迟到啊？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你们说该不该罚他一杯酒啊？该罚，必须得罚他。喝酒啊！今天伺候你的是美人啊，啊！这酒你必须喝。喝了，喝了，喝了，喝呀，喝呀，喝呀！你赶紧喝了吧，却有饮酒，赶紧喝了吧，喝呀，有意思。喝呀！喝呀！这酒我不喝了。啊，冰坨子，为什么呀？这可是玉璞酒，当今世上都找不出第二坛，今天是因为燕洵哥哥生辰才拿出来给大家一起享用的，这个酒你必须喝。就是，公主，别喝呀，我今日身体抱恙，请见谅。你真要忤逆公主吗？不如我们效仿石崇做法，美人劝酒，客若不饮，杀美人。是啊，杀美人，杀美人。请岳公子饮下这杯酒。请岳公子饮酒。我记得当年石崇劝酒之时，乌衣门第的王敦就没饮这酒，结果美人人头落地，王敦落得残忍之名。好潇洒呀。月帝，你是真想让我把这个婢女给做掉是不是？求月公子饮酒。这些人互相算计，却要我姐姐为他们送命，
真是人面兽心。再不饮杀美人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月公子。这样下去，姐姐必死无疑。小野猫，独此一句。拿下，拿下，诺。嗯。哦。怎么又是你？求各位公子喝酒，不要拿我姐姐的性命做赌注。不懂规矩的贱婢。誉王和公主在此，竟敢如此猖狂！主顺，宰了他！诺，慢着。今日是本世子的生辰，何必打打杀杀的？嗯，此话有理。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？我宇文府的规矩不能破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玩个游戏，看他该不该死。今日就听燕洵哥哥的吧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个是本世子的腰牌，一面龙纹，一面篆字。本世子将它抛至空中，你来猜，它落在地上哪面朝上？若是猜对了，那便是老天要赎你。这个好，这个有意思，就得这么玩。今天就看你的运气了。转过去，确定？我确定。这么厉害啊！看来他能在人猎场上活下来，并非侥幸。宇文怀，赦免他。哼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既然老天爷都不肯让我姐姐死，那我姐姐更应该活着。请各位公子放过我姐姐。有情有义呀，不过你自己可要受罚。我愿意替我姐姐受罚。谢谢月公子，谢谢月公子救我妹妹。有本事惹事，却没本事全身而退，愚不可及。大胆！原来是月公子啊。人是我放的，告诉宇文怀，有什么事找我。诺，
宋大娘。贱婢得罪了怀公子，我不想法弄死他，怀公子还以为我消极怠工呢。不过这张脸倒是长得挺精致的，打死可惜了，就好好养两天，然后就送他到极乐阁去享福吧。小六是为了救我才得罪怀公子的，极乐阁，极乐阁是他万万不能去的。林夕，我们快想想办法呀。放心吧，宇文怀是下了毒了。我偷听到那毒叫广寒散，对身有寒气之人是会致命的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无妨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五哥，我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？在梦里总是有人叫我楚乔。还时不时梦见一些人追杀我，可我又觉得很真实。你还记得我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吗？我只记得当初咱爹跟我说过，说你是外事所生。小六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梦都是假的。月公子现在很信任我，这个仇五哥早晚替你报。只是你现在得罪了怀公子，他那个人睚眦必报，朱顺是他的人也是一丘之貉，我还得赶紧想个对策。五哥，虽然很多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但你们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幸得爹娘的疼爱和兄弟姐妹们的照顾，我真的感激不尽。只要你安心调养好身体，别的事交给五哥。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林夕已经弄到出府对牌了，你今天晚上就能走。你准备好衣裳和干粮了吗？六姐不肯走。来，这是姐姐的心血，你拿着。我不走。小六，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宇文府留下的后果？你得罪了怀公子，他们明摆着就是要害死你。若真罚你去极乐阁，我跟林夕愧对咱爹的嘱托。放心，小六，有林夕在，我们没事。你不走，我们反而受牵连。小六，你拿着，快拿着。看来我得走，不能再连累家人。你就收下吧，六姐。这是弹护卫，我走了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就用它来防身。你们一定要保住性命，等我回来，我会想办法来接你们的。哦，对了，在外面千万不能张扬。记住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再苦再难我都会忍下去的。
姐，什么人？我去看看。诺。谁在那？我已经看到你了，快出来！你自己出来，兴许我还能饶你一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什么事？没事，小人虚惊一场。公子，主公中的正是西域奇毒乾坤散啊。多少了？还找了个陪葬的。是那个书童林夕吗？上车去见公子。叫五哥肯定出事，我不能去这样做。害死我祖父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